让我们掌声欢迎那位暖男歌王许富凯。谢谢。嗨，众位朋友，全场尖叫声在哪里？再来第一首歌，等一句歌，你们会唱的绝对会唱，波浪先生，一起唱哦。你敢有听到锣鼓声？就是阿兰的笑话，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淡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嘛才知影，原来你走甲这呢远，朋友的感情煞来风稀烂，失望的心情无地方。相思的眼眶来地讲地惨，苦我心肝头是痛几天，人心来听破你欺骗的话，莫再讲遐尼多，找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，小酒一杯两杯三杯当作是笑话，无聊的笑话是嘛我无想要讲，一想要离开两个会唱吗？找一个远远的所在，开好一暝两暝三暝起来自由飞，对因来照顾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有听到锣鼓声，亲像是别人的笑话，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淡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嘛才知影，原来你走甲这呢远，朋友的感情煞来风稀烂，失望的心情无地方，相思的眼眶来地讲地惨，苦我心肝头是痛几天，人生来听破你欺骗的话，莫再讲遐尼多，欢迎你们，找一个气氛的所在，小酒一杯当作是笑话，无聊的笑话，今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，找一个远远的所在，分好一暝、两暝、三暝起来自由飞，对因来笑话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找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，小酒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笑话，今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。找一个无人熟悉远远的所在，分好一暝、两暝、三暝起来自由飞。照顾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谢谢！哇，许富凯来了！来，击掌一下！哎呦，差点滑倒的，哎，小心小心啊！恭敬敬哎啦，好，那许富凯哈，要不要跟区长跟所有台下我们的长官贵宾一起击掌一下，要不要？我们请长官贵宾举手一下，好，来分局长哈，那区长，我们所有长官来 ，give me five 一下好不好？哇，来来来来，谢谢谢谢 ，give me five， 厉害，你好你好，
金姐哈。我们同年代的。同年代的。同年代的。哎呦，难怪两位都这么厉害哈，那个邱文正里长对不对哈？啊，照相是不是？等一下有时间呐。谢谢谢谢。那行级长，行级长。谢谢哦，谢谢您们，谢谢。说你好，你好。说真的，那年这许富凯都带给大家很多温暖的感觉。你好像可以来中立选里长哎。对对对，哎哎，里长等一下。粉丝你们好，谢谢哦。我看到里长瞪了你一下哦。喂，没关系，我当助理。那边还没说，等一下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哦，有厉害，等一下，反正他等一下上课就跟大家互动，一定会。金姐还金姐哈。哦呦，徐富凯，好开心哦。我觉得台语金曲见到你，就好像那种看到温暖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因为我穿的比较多吗？你没有穿的比较多啊？你要不要脱一件？啊喂，不是哪位？哎，你脱完了哟。我们讲干冰其实也是最厉害的。是。你脱完袖刚刚波浪斜塞哈，哎，然后后面那几句他就。我们干冰音乐有跟上，波浪形塞，对啊。我跟你说，要办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活动，一个晚会，我们真的要很谢谢这一些工作人员，我们给他掌声一下，好不好？对吧？你拢拿球拿盆啊你，你是啪啪啪。没，所以小弟你若唱每条歌都，跟着按一下。阿爸，你今晚来起一个无？好来，今晚来起一个，你今晚来起一个哦，爱起哦，哎，准备开始哦，我们要跟我一起唱哦。你唔当徛伤近，你带去有干冰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一二三，吹起的波浪是山，气氛的所在。我一多啊，一多啊，无二多啊好。加薪，加薪，加薪啊！啊，唔过多啊，五届无二掉，加二两届。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，哦。哎呦，这人较水颜呐，较水颜。啊，唔过听讲吼，咱这许富凯吼，每一年发行的专辑吼，所以我们喜欢叫你要快乐，对不对？是安怎？叫你要无快乐，即马即唱的大家拢足快乐呀，对不对？我今日来到这，我嘛足快乐啊。是啊，大家遐热情对不对？嘿。淡薄啊，比比啊，练暗哥练的时间，感觉还从不怕造气。哎呦，把你不好的打倒，把好的吸收进来啦，对不对？我发觉啊，我发觉我现在会有主持节目，口条好像好了一点点。没有，你好很多，你抢我们饭碗啊。对，因为刚沈文成大哥来到后台的时候说，哎，那就行啊。因为我一个月要跟他见两次面，哎呦，然后远远就会听到他很那个很嘹亮的声音，就是然后他说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在台上讲你跟那个彩花，哎，这行这行，我加载，你讲在后台搁在听我讲，我真的真的，我来你找，你当去钓鱼啊，是去谁啊，其他钓鱼啊，你好，对，然后呢，他就说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星期天晚上八点花式的黄金年代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哎呦，厉害啊！花姐、沈文成大哥一起主持，真的，这都是前辈级，再加上许富凯，都是很会唱、厉害的唱将。对，如果你真的心情郁闷，看了我们节目，你就会心情好一大半，好大半。真姐，我心情歹，我看伊我就爽啊，对不对？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来啊，听讲这个演唱会演唱会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因为呢，第一在二月七号呢，我伫台北的松烟，松烟，松烟成品的表演厅呢有两。场那个音乐会要跟大家分享，然后呢比较特别的，以往我演唱会拢是甲乐队老师嘛，对对对，摇滚诶，拉丁音乐叫，啊，这个是跨界跟那个我们弯声乐团，哎呦，他们是交响乐，交响乐，对，然后古典一点的味道，是，然后呢会有分两场，就是下午两点半的跟晚上七点半的，那这两场呢中间呢内容呢会有小小的不一样，然后是讲我以前多出来唱歌细汉。啊，那耳熏瓜高阿金妈进入歌坛的这些心路历程，对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听。就多爱的无人识识，我可以用作坚持爱唱的，对不对哈？嘿，因为是安怎坚持，都是因为唱这条歌，好伊阿金妈，大家都识识许富凯，谢谢，哇，所以有些歌曲真的是我们启蒙的老师，是没错。哎呦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看他的家乡回到岐山，不只是乡家，啊，不是回到家乡还办了这个演唱会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就是自己那个对我的家乡，然后呢，回馈一下这样。哎呦，区长在这边，区长，你同意许富凯来中立自己个人办个演唱会吗？啊，好的，掌声一下来一下。掌声尖叫声嘛！哎呦，厉害啊，区长，我们待会去后台好好的说一下，我等等私底下约一下。那你等一下要这样子，哎，气场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你进来啊，茶具帮我拿出来，茶具都来了啊。而且要讲到后面这几个，是，这几个马雅姐嘛，因为有朋友比较同期的，是马雅姐，然后谭姐、杨俊杰、杨姐、沈大哥，都是我小时候唱歌的启蒙老师。哇，这每一位都是您的贵人啊！每一位都是啊，我拿耳熏瓜都一定要去我家的前辈瓜听。哦哟，俊杰，俊杰，所以接下来所有朋友，你的这个加油牌在哪边？
要举高，举高，谢谢你们。但是我要先讲，不要举太高，后面的朋友要看前面。哎，对对对，马上放下。很好 ，Q 的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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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接下来，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，各位列丘比亚手电筒功能，今嘛阿哥有哦，阿哥有电呢，请你开一下手电筒，我看手机灯海，我看。嘿，来一下灯海啦，对，哎，有开有开呀，有开。我们把这边当做那个，就是一个露天的演唱会的广场，好不好？我感觉徐富凯哈清唱嘛是演唱会啦。清唱，那你清唱嘛演唱会，啊录音啊嘛演唱会，哪边唱啥？要唱啥？要唱啥？哎呦，唱一下日本歌来听一下啊！今天啊，今天你会听吗？能顾威就好啦。能顾威，哎呀，我想你要唱啥？要唱啥？我、要不然我有一首，我翻唱一首西城秀树的歌，我希望大家跟我比这个动作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动作，因为这是临时的，没有加的、哦。是是是。十八大西 YMCA， 我考教。YMCA 哦，就简单，嘿，来再开始，苏巴达西 ，YMCA， 哒哒哒哒啦 ，YMCA， 我刚刚听到你，音乐的，哎，干冰，干冰编辑哦，对呀，哦，厉害，不好意思，但是今嘛咱来听这条歌曲，拄啊好这天气上适合，是的哈，各位手机灯海，两万人的手机灯海不见了，只有二十几朵啊，这样对吗？以后啊，只要有我们这一些歌，这些歌手的那个演唱会，记得都要带那个充电宝哦，对对对对对哈，都是那个行动电源嘛，行动电源啊，对对对，啊，稍等这条歌曲啊，做什么？叫做米酒杯，哎呦厉害啊，来拍破啊，欢迎徐富凯，米酒杯，谢谢，好。让我看看中立人的手机的电量有多少。对，左手边朋友，谢谢你们。右手边朋友，谢谢。来，中间的哈。阵阵风吹啊吹来，淡薄仔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脱衫。今夜的天气。
好，谢谢。对，好好好，哎，谢谢哈，好好，啊，不，阿姨，爱我就保护我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好好好，我叫许富凯，不是喜富凯啦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们啊，小心啊，很谢谢你们来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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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很开心吗？大家开心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刚区长为什么不开心？哎呦，早讲嘛！来来来，那我们一起好不好？没关系，你们坐，你们坐，来，你们坐，好，没关系。啊，我不好意思坐区长大腿嘛，不好意思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接着呢，刚刚两首歌都是比较轻快一点的歌，我们接下来唱一首抒情的歌，好不好？那一样，这首歌要配着刚刚的那个手机的手电筒，才会画面比较美。带来这一首《一起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谢谢你们。想起你。
起来。感谢综艺们的综艺人们的热情，然后给我演唱会的规格，我们真的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啊，拜拜拜！我们爱的鼓励来一下，好不好？来啊，一二三四。哎，放炮了！不对不对，再一次，一二三。好粉，谢谢。接着呢，带来第四首歌，这一首歌呢，我相信，很多朋友都也都很喜欢。金苗哥在手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你要吗？会唱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大声的唱哦。See you.
来尖叫声，掌声，谢谢。